是离开时，你却没说一个字，你也只是挥一挥手，想扔掉废纸，说是人生必经的事，就和他几分，却又感觉怅然若失。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，或许再过上几年，你也有张虚伪的脸。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？这问题来不及想，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。你我来自湖北、四川、广西、宁夏、河南、山东、贵州、云南的小镇乡村，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，却在被奸伤害、荒村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，站在寂寞的阳台，只想从这湖边的寂寞中逃出来。许多年前，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，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，广西、宁夏、河南、山东、贵州、云南的小镇乡村。